好，大乐透彩券买了没？连七杠的大乐透头彩今天晚上要开奖了。昨天告诉您奖金是上看5.5亿，告诉您今天又增加了上看6亿元，而且呢还推出了你这一期不管有没有中奖，也就是今天开奖的这个大乐透彩券呢，隔天明天都可以再兑100组的百万奖金。这样的春节大力多，告诉您彩券行一早就出现了人潮，而且呢很多彩迷都加码买进。上看6亿的大乐透，再加上有100组第二次百万兑奖的机会，彩迷当然不会放过。一大早在基隆庙口，街头还空荡荡的，但是一旁的彩券行已经出现有人排队。大乐透啊，因为他还可以二次兑奖兑100万啊，提早买啊，提早中啊，买2张就好了。以往春节买气都是年夜饭之后到大年初一才是高峰，但是今年因为大乐透加码，再加上小年夜晚上就开奖，所以虽然还是上班日，人潮已经提前出现。那买50块可以有6亿，哎又可以二次兑奖，今天的客人特别多，生意特别好。这期头彩彩金上看6亿元，想要试试手气的民众，想要抱个大红包过年的，可要动作快一点。